咬甘呢哦、喔哎欸！哦，我参加作文比赛，搁得奖哦！哎呀，咬咬咬咬咬！诶，这毋是路边小摊呢？这阮国 TV 诶，当讲吼，阮老三广告工作人员呢，若因囝诶得伫遐好得奖，你知无？哦，咱足侧朋友厝诶吼，若囝仔有成就吼，哦，拢、哦、打较规壁顶。哦，啊，这囝、个、仔有好诶表现哦，得到啥物奖牌啦？吼、哦，无论是文诶啦、武诶啦,啦、音乐诶啦、读册诶啦、运动诶啦，吼、哦，哦，收集甘呢啦，藏甲规厝内啦。 哦，家己足欢喜，讲啊！你看，阮孙老家尼吼、哦，今仔日要甲逐个泼一下连水咧，就是讲，虽然迄是真好，但是请汝也知影，迄个毋是上界重要的物件。所以咱今仔日嘅节目讲灾灵啊，吼、哦，毋是第一啦，真正毋是第一，因为等家汝若老孙将、哦、来要搬厝吼，汝即个物件汝要搬迄堆，汝讲叫恁囝家己摕倒东去，爱摕倒东去，然后因孙，吼、哦。 啊，然后在囝囝顺孙，你要聊偌久？我借问，聊过到五代六代的孙，等下有只要搬厝的孙，伊敢有可能继续去变顶、去吊工？即、這个是阮阿祖迄阵作文比赛得奖，无可能。伊要吊嘛吊伊，而毋是吊你。所以你呢搞清楚哦，现在朋友，咱要想清楚。所谓咱的才能、咱的运势，咱即个外在看得到这物件。 拢足低贱诶！哦，你比赛场顶当然真好，咱毋是讲无好哦，你毋通误会。当然真好,好,好，但是迄个场奖是为着要栽培咱诶信心，毋是真正为着要将迄个摆传互你诶子孙，毋是安尼。所以你也了解讲，灾年温暑毋是第一，虾米则是第一？咱心内迄种诶安全感，哦，咱迄种诶感受自信，迄个则是第一。 所以今天给他们来讲这段经文，保罗就讲，保罗讲，当我为你感谢的时，我感谢你三项代志，我来感谢。第一项代志，为着恁拢无啥物欠用，我来感谢，因为迄个是叫做安全感。哦，当一个人若拢无咧欠啥物的时，伊未有一种惊啦，伊未有过头的担心啦，所以伊有一个安全感，这是第一。哦，所以咱人话咧世间。 第一要紧，你要有安全感。第二，报道就讲啊，讲我知影恁这的基督徒，哦，高人多恁这的信徒，恁有真好嘅口才，哦，高人多这个所在，伫当时罗马嘅时代，是一个真繁华嘅都市，所以遐人吼，拢真好讲话啦，哦，啊，你人侪嘛，人侪都爱讲话嘛，啊你，你若讲人少少，你要讲我上听，所以若啥物科学家、生物学家吼。 较少对即个大都市出来，拢对即个较睁开诶所在出来，因为自细汉甲羊啊啦、狗啊啦、鸡啊啦、动物啦、吼，啊植物啦、树那内底看花啦、看草啦吼，所以这学者因比较拢是对种所在出来，因为自细汉诶环境会造就伊对这有兴趣，伊去研究。啊，若大都市呢比较较出着啥物？政治家啦，因为都市吼人济嘛，爱自细汉拢甲足多人做伙嘛，一定爱讲话嘛。 啊！而且人多吼，各样诶，年龄、温属诶，人都多，伊爱沟通嘛。吼，啊，人多问题就多嘛。所以你若讲一栋大楼，内底住二十户甲住两百户，差侪咧哦。你若住二十户做主位哦，你免开啥物货啦。你若住到二百户，你若做为社区诶主位吼。哦，你太无用诶。甲逐个来投讲啥物？粪扫乌白蛋啦，鞋乌白坑啦，车乌白停啦，你著分去啊。即足简单诶道理。 人多，问题多、就是，多啊！问题多，你都爱去沟通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高林都这个所在，都、就是人多真多，人口多老这个所在。所以，伫高林都这信徒，因为一个特色，这人吼、哦、靠财拢袂歹啊，拢真会讲话啦啊。所以保，保罗讲这是恁的一个优点啊，因为我知影讲恁嘞靠财拢真好。 第三，我感谢啥物？恁的知识真充足，就是讲在都市的所在，知识水准较悬。所以高林多即个所在哦，今马当然毋是咱即马，迄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城市。保罗写批吼，迄、那个所在信徒甲因讲，我为恁感谢呢。吼、哦，恁即等人住咧都市，庄卡有庄卡的好，啊，都市有都市的熬。所以保罗讲，恁若是住咧庄卡，我为恁感谢。 因为恁定定听着鸟叫虫鸣，因为恁住咧床卡诶人，恁诶身体真好。住咧床卡诶人，大家拢足单纯，我为恁感谢。但是即摆是社会学高龄都无共款啊！不如讲我社会学高龄多诶人，我为恁感谢。因为恁诶经济能力较好，逐行有够用。第二，恁诶口才好；第三，恁诶学历悬，知识水准悬。我为恁遮物件来咧感谢。所以我想这也是现代人。 咱会当知影讲，你若要幸福诶时阵吼，上帝要赐我互你哈，会当对即三个方面咱来了解。所以头一个著、就是讲，你会当有一个安全感。上帝互你有经济有金钱，互你无欠用，这其实是无啥。最主要一个人呐，凡事拢有够用，这是带互伊有一个安全感。当一个人若有安全感诶时阵，伊就会有快乐啊。所以主持人伊拢变啥烦恼。 自细汉就感觉讲，本来活咧就是足，就算讲足正常个啦，哦，啊不愁吃不愁穿安尼，即种经验对一个人其实是有帮助，因为伊会互一个人知影讲生存本身是一件足正常诶代志。但是你若经过战争诶时代无共款哦，你若逐天看着今仔日即个死，明仔载迄个死，啊你身躯变啊变有一个一个无气，你会产生一个无安全感，就是讲啊当时会着我，你会惊。 啊，所以保罗为哥林多的信徒感谢，头一粒是讲，你无即种困扰，因为你无欠啊，免、哦、烦恼，即、这个带互你心内一个平安的一个感觉。因为当一个人伊心中有平安的感觉的时吼，伊袂去伤害别人。一、这个人心中若有安全感吼，伊嘛毋惊别人会去伤害到伊啦。美国有一个文学家真出名，叫做马克吐温。 写足侪足好个作品，不但写足侪作品，伊有足侪足侪即个个人吼。伊有一寡人有甲老足者伊讲诶话，发生诶代志吼，拢是代表讲伊是咧足有自信心，嗯、啊，一个吼真笑亏，一个人，吼，伊是咧真有安全感诶一个人，所以伊会亲切人格嘛。吼，伊有一摆呢，伊定来去演讲吼；，伊有一摆呢，伊去一个所在演讲，啊，像我啊。 时间那边够吼，咱来剪一个头毛咧。伊就行入去呢剃头毛店吼。啊，那即摆人讲我是著名人，我行在江苏咧吼，咱足望逐个拢捌啊嘞吼。但是伊伊所在伊也想即摆有电视啊啦吼。啊，所以古早去解整卡所在吼，有时阵有影人毋捌伊啊。所以呢，伊伫遐咧剃头毛时呢，迄个剃头毛、那個、店头客就伊开讲啊，讲，诶你敢若毋是阮咱遮诶人吼，你外地人吼。 啊，马克吐温著是啊，讲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是对我是对外地来，哦，啊你是来遮是咧参加啥物活动吗？哦，啊马克吐温哦，伊著是足有安全感，所以伊毋免著讲家己外交外情拢毋免著讲啊，我倒来参加一个一个演讲啦啊，啊迄、那个剃头毛即个事著讲啊，我知，著、就是一个叫做马克吐温哦，迄、那个要来咱遮演讲哦，迄工具做足大诶啦，诶，我甲你讲哦。 听讲伊诶演讲哦，迄一日拜前哦，票都已经卖了啊！你敢有买票，啊你若无买票吼，时到无位通坐你著要徛咧听哦哦。啊，结果马克吐温著讲：诶、欸，不要紧啦，我管事啊！哦，若只要是马克吐温咧演讲吼，到逐摆伊若演讲诶时阵，我拢徛咧。哦，啊，咱这著是讲，当一个人，伊那开始做主信心的时阵，伊袂去讲：啊，我著是马克吐温，你毋捌我。 哈、啊！你真正是无底线诶。你啊！无底线阁兼无卫生，连我你也毋捌喽。啊，即、這個、就是叫做自卑感。当一个人若自卑诶时阵，就足想要表现，足想要表现啊。人讲半瓶水上叮当，迄水无甜吼，都叽力咕噜叽力咕噜叽力咕噜安尼啦。若真正有诶种诶人吼，拢点点啊。马克吐温，伊并无讲我就是马克吐温，无，伊讲啊讲，因若因讲我拢徛咧。 其实著、就是伊家己著是咧，迄个出名演讲家嘛，吼。所以用即种诶例子，著知影讲，真正一个人若有安全感诶时阵吼，别人有捌哩，毋捌哩，别人对伊好，对伊歹，拢袂影响到伊，吼。因为伊著、就是家己个当足自在，伊家己著是足有自信。所以咱若要饲囡仔爱伊，毋是讲来讲互伊有食有穿有用，安尼讲课好，毋是，毋是讲来讲好你做下作文哦，做下画图吼，这当然真好。 但是有够较要紧诶物件，著、就是伊诶心内爱有信心，伊诶心内爱有安全感。哦，伊对伊诶未来，伊也有一个计划。一个人若有安全感诶时阵，伊袂去弄一个小圈圈啊，我家己会呾甲个好，伊袂做种代志、就是。哦，一个人若对家己有信心诶时阵，伊足自然伊表现出伊诶人际关系著是也真好。所以咱若做父母诶人，毋通只个看伊分数。 毋通个骂，嘿！别人拢得奖，你拢无，你安尼是伤着伊个自尊。你也定定给伊肯定，你也定定给伊鼓励，吼、哦。你也看到伊是足好个，因为除了你家己侮辱以外，伊出去外面，别人袂给伊侮辱，你知无？吼、哦。因为出去外面是足竞争个一个社会，伊都毋是爱，伊爱拍败偌济人，才、那個、会当上台去领奖，迄个机会真少。所以咱华人吼。哦 拢对家己无信心，但是上帝创造父母著、就是讲，你也相信，和你个囡仔有安全感。别人无学咯，咱家己补嘛。哦，家己补较袂超车咩？啊，你着家己讲啊，讲哎哟，你若遮厉害，你那真牛，啊，你也常常讲，哎哟，我生著你即个囝吼、哦，真正足好诶呢。但是咱较早无人教，啊，着较早恁爸恁母啊，无咧看老三讲告，所以拢无家你安尼肯定，无家你学咯，所以咱变做吼足侪人对家己足无信心。 明明足优秀，伊嘛感觉家己啊足足差足差诶吼。啊，當人講你學、啊、到，讲哇你若只啊吼，吼、哦，咱算毋知咩啦人因啦。其實當人講你講哇你好棒哦，你就讲说謝,謝，安尼就好啊嘛，都咁简单嘛吼、哦。啊，咱讲唔出来，我哇你好厉害哦！啊哪有？啊无影啦！啊过奖，过奖。啊毋、啊、是啦，诶、欸，无啦无啦，要乜无乜嘢啦？安尼，咱就是毋知點樣接受别人互咱诶赞美，因为咱诶文化是唔會共鼓励。 袂香人肯定，咱的文化都是一班人三四十个，一个得奖，坐咧当边啊看，这其实拢造成其他人啊足大的一个挫折感。所以咱做父母的，你也想想，肯定你的囡仔哦，因为上帝赐予我咱，使予咱无欠缺，哦，使咱有安全感，使咱有信心。哦、第二，就是爱有口才，样表达；第三，爱有自识。所以这两项，咱钓起当然了。 我今倒来老三诶节目，今日甲大家做伙来谈，谈到讲上帝要祝福一个人，毋是讲讲才灵温书，上帝要祝福一个人，是何一个人心内有安全感。第二，著、就是上帝伊会带领一个人爱训练会晓讲话，我同甲人沟通。第三，就是、要要著是爱读册，知识爱充足，即是三个真大诶一个福气。 这也是高领导教会诲人因有诶一个条件。虽然透过即段经文咱来思考吼，你诶囡仔毋是跟伊会样读册尔啦，你诶囡仔吼爱会样讲话，因为讲话是一种智慧，吼，讲话是一种反应，讲话是一种人际关系，所以讲话才是讲起来是足困难诶代志。所以无怪古早有一种职业，专门替人去讲话啦。 迄叫做说客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我讲吼，伊毋听，啊，我派你去讲。专业的呢，伊个职业是啥？伊个职业就是讲话，别人讲讲无讲未通，伊去讲就讲会通，啊，即、这个叫做讲话个技巧。啊，即嘛即个时代，敢有种人专门咧靠讲话？有啊，都做业务个啊，做业务就是完全靠讲话啊。你本来无要买即台车你是经过入去看一个尔，拄到一个有够厉害个业务。 三讲两讲，尔，你都信用卡都摕出来，个个刷下去啦，啊，车都该买落呀，哦，因为咱人会被别人诶话影响，这是事实，这真正是属性。虽然必须爱学习，变那个人沟通。啊，咱即卖囡仔其实拢真乖，真聪明，但是吼、哦，未晓讲话，是安怎？啊，拢关咧厝内，无出去外面，甲别人咧做伙。 啊，爸母无用，无出出去外面，教别人训练，所以无啥会晓讲话。咱即马啦，即马囡仔讲话技巧，迄较高早啊，迄是天价地差。我记得啊，历、哦、史上咱卖讲普不落啦，哦，咱敢若讲历史上有一个军师，啊、哦，伊咧讲话技巧都真正有厉害。这是发生伫过去诶一个。 秦始皇诶，迄个秦国，抑佮赵国，迄阵赵国呢，得掌权诶是赵太后哦，赵太后啊，啊因囝吼，叫做长安君吼，长安君，啊迄阵呢，伊上任无偌久，伊诶隔壁秦国都要来甲拍，啊你知影迄个时代吼，足乱诶啦，所以人要来甲你拍，你来讨救兵，所以咯，伊就派人去结国。 哦，讲拜托你啦，你来个搬救兵来个斗斗阵安尼啦。哦，这国就讲讲，若要我派救兵，当然会使，但是你爱派一个人质伫遮，啊无我即嘛怕拍来，等你去拍我，要安怎？哦，你派一个人质，著是恁囝。你好、哦，你若将中央军扛来我遮做人质，安尼我就派兵，太好毋去哦，伊讲袂使。 袂使，哦，这件小命命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来，我来，哦，啊，但是国家危机啊，已经，秦国已经不那个怕嘞，啊，所以赵氏不不管他，他都讲太嚣啊，讲点点，农民讲，什么人讲我来批评，这件大事，免讲，老师，啊、哦，其他要讲讲国家的代事无要紧，独到这件，农民讲。 就在迄时呢，有一个进入帝位嘅君主，伊就有一讲，伊讲太后啊，微、哦、臣有一件代志要来禀报、哦。你要我讲迄啰代志吼，无、哦，唔是啊呢、哦，是安尼啦。我已经老了，啊，我已经老了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想要替阮囝、哦，求情，是毋是麻烦太后在将来？ 为阮囝哦来安插一个职位哦，你讲恁囝几岁？讲阮囝十五岁，啊十五岁要少年啊，是十五岁要少年。但是我想讲，趁尼少年,年的时，我會为伊的未来拍算啊。你都想咱做老爸吼，做人爸母的人，咱就是安尼啦，拢永远拢替囡仔咧想啦。啊，像讲母后，我看吼。 哦，你嘛是足替恁囝咧想，对不？而且吼，我感觉吼，哦，你是有够疼恁早囝，哦，你较无听恁囝，这个王友就讲切，乱讲。我是上疼，到听阮囝，你无看一摆人讲阮囝要做认真，我死我都唔肯啊！啊，伊讲无啊，但是吼，自从恁早囝出嫁了后，我听你念念咧念念念咧念。 拢连讲啊，即查某囝毋知好啊无好，哦，啊你定定拢会教查某囝讲哦，你若有啥物代志大时阵喏，你也甲我讲，哦，我才甲你处理啊。所以我感觉讲好，常常我感受着讲，你是足疼恁查某囝，但是我感觉讲你拢无啥会晓替恁囝想啦，哦，你像我即食老啊，啊，我都会晓想讲，那阮囝十五岁啊，将来要安怎？我毋只今仔日来拜托。 母后讲：“是毋是阮囝，汝甲我照顾？啊，我感觉汝拢无为恁囝咧想。”即个母后讲：“诶，汝若讲安尼啊，我若无为阮囝想，我就是惊伊若出了什物代志的时阵，伊无都戒心妄为啊。所以，我毋则毋放伊出去。我若真正无听伊，啊，我就送去互这国就好嘛就啊嘛。”即个军师就讲啊：“，伊讲母后啊，我请教。” 咱中国自古以来的君王传落，因囝有叨一个王位坐了会久诶？吴有功，这嘛是有影啦。哦，伊安尼传落来吼，位拢坐无久。伊讲是啊，哦，因为若一个君王对国家无贡献，百姓未听伊的话啦。那无功劳，阿、啊、都拢打工吼，阿拢阿拢过着享受的日子。 人民看到是越看越气，除非这个君王对国家有贡献，老百姓都欢喜甘愿可伊娶水某带好处过好日子。因为老百姓讲，人这个王对咱有贡献，这个王有保护咱啊，这个王吼又又功劳嘛啊。如今这个国家最需要人建表现，阿、啊、毋是叫伊去甲人相台啊啦，只不过派伊去治国。 做人质，你讲啥？全国个百姓会偌感谢伊，所以等个战争过了，伊就在倒转来阵，迄个阵伊若做王，所有老百姓一定心服口服。即、這个误会哦，讲好啦，听有啊啦，好啦，看你要伊去堆，最在理啦。哎，所以落尾呢，就将即个钟安军送到。 送到去伫这个祖国做认真哦，所以用这个历史的故事讲人讲，口才真重要。当然，知识即个边个讲啊？现代人嘅学历、知识，你若无知，你就出代志哦。所以读册有了解作者知识，这种真要紧啊。所以现代人要哦，爱去了，饲恁囝三项安全感。第二，学伊能讲人讲话，学变啊讲话有智慧。第三，读册有知识。

爱尽孝天分，你知影无？嗯，我知。嗯，只要若讲即个话题，嘿是是，咱陆开宇是毋是又去要讲伊诶身材偌好，啊，要去讲过去啥物中国小姐迄段？嗯，我讲定定讲，嗯，迄、嗯、是你爱听，毋是我定定讲。哈、啊，嗯、欸，我感觉咱陆开宇上大的天分是啥？自我欣赏。吼吼。 较高欣赏家己自我感觉一流的好，什啊？呀？什叫做自我欣赏？嗯、这都是因为吼，我真正的天分哦，是逐个拢啊个唔捌发家己呀。我甲你讲、哦，哦，无，毋是。这老卡伊的天分，逐个稍微拢已经会晓背啊。嗯，啊，你毋通佫讲嘞。哦，安怎、啊？你的天分，观众朋友已经拢见识。讲来讲去，啊，拢迄几句念念，啊，无什么新的代数啊。来，你在讲什么？ 你敢有看过我正经的《天分？你知道天分是啥物无？啊，来，天分是啥物？朋友，天分就是上帝将伊的话命，将迄个咱看袂着迄个上帝，伊的生命中迄个美好的一个部分分享予咱。咱若像上帝若是选召，咱的生命中就是选召中间的一片。哦，啊，咱每一个人会当。 表现出上第一某一个部分，啊，这个部分会通用来服侍众人，哦，和世间的人。等等人你讲煞未？啊，我要讲诶，天分还未讲，毋是要听你讲你诶天分。哦，观众可会听你诶天分就对啦。对，我诶天分就是服侍大家，这是新诶吧？这这跟他以前没讲过哟。嗯、哦，啊你你啊你诶天分。 天分不是为家己的，不是为别人家己的。是啊，天分是为着给咱边的人得到好处的。对啊。你是阿叻吗？是啊。哦，你讲来听我闻。来，第一，嗯，大家若听我的讲话，伊就感觉是一款享受。这是唔是在服侍别人？是。大家若看到我的面容，都、就是一款治疗。啊。阿咪、啊。